糖尿病的症状，首先要从糖尿病机理来说，糖尿病就是血液管中的血糖长期的处于一个高位，使我们的血管的代谢受到了干扰。那么在这个视力变差，为什么会这么讲呢？因为我们的视网膜是单一的毛细血管，那么它这个毛细血管很容易就被受到这个高血糖的干扰，使我们的视网膜的功能下降，神经传导下降，那么就出现了一个容易模糊。那吃完饿的话，就是我们的胰岛功能的紊乱。吃完之后，因为胰岛水平的一个变化，使我们这个越吃越饿的感觉，所以有三多一少之说。那么夜尿变多是我们这个肾脏的这个重吸收功能，通过肾脏血管的改变，就是高血糖引起肾脏血管的改变之后，使我们的肾脏重吸收功能下降，导致了这个，比如说正常人重吸收是1%，大概是2.5升的尿，从下降的时候，那我们就尿得多了。还有伤口，因为什么？这个高糖的作用情况下，使蛋白质的这个作用会下降，那么高糖的伤口是很难愈合的。这是我们讲糖尿病早期症状，通过这些就可以发现。当然还有其他的方法，比如说你的，在野外小便的时候，看到你的尿液，就有很多蚂蚁就爬过去了。我们为什么叫糖尿病呢？因为尿中的糖分过高的时候。